Tina， 今天要不要一起骑车出发当狗仔？好啊，但我要先回家骑车。哎呦，辛苦你们了耶，还要加班。哎，你赶快回去拿车啊，这样一起出发很好啊，很好啊。哎，你会不会穿太少了？今天才16度哦。这样比较环保减碳。哎呦，要讲几次啊？你回来了，你下班了，现在才几点？还带男人回来，我的部落格要破表了，剧情急转直下。哎，脚踏车借我了。哎，该不会是你还要加班吧？这位是？哦，我双胞胎姐姐。不像啊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。她很正，她很嗨，她很高，很宅。她以前在学校是女王，她现在是部落客女王。女王，就让就让。哎，你穿那么漂亮，待会要参加 party 哦。她的 party 啊，都是在网路上跟网友开视讯的那一种 party。哎呦，有差吗？没差嘛。哎，你很可爱耶，还戴皇冠。这是我自己做的耶。我姐啊，最会去资源回收那些有的没的回来，做一些有的没的。哎呦，你看跟新买的一样啊，有差吗？没差嘛。5点了，下班，解散。什么？这几年呢，我好不容易真正觉得5点钟到了，就是该下班的时间，所以我决定今天准时下班，明天记得骑车来公司哦。哎，那明天要帮你买午餐吗？我跟马秘书要去吃北方馆子。好，我吃牛肉汤面。好，那如果汤面卖完了，饭好吗？那就不吃了。干面。干面，不是面。拜拜。哇，果然是传说中的黑白男呢，非黑即白。不是准时下班到几点，就是不知道加班到几点。对啊，不是汤面就感觉饿死，完全没有灰色地带。但是。我终于可以准时下班了。妈，这也太爽了！啊！接下来这个，我对他有信心。身为一个漂漂亮亮的名模，穿着打扮非常非常的朴素。重点是啊，他身上没有一点点夸张，还有不环保的配饰哦。还有我们资料上面有说，他如果没带环保袋，他是绝对不买东西的。小声一点，你失态了，会被发现的。你，哎，搞什么你啊？哎，他是我的。我是你的什么？你是我的同事。哎，好运很好哎，我在公司都没有发现呢。你喜欢名模吗？还好哎。哎，看他买那么多东西，怎么没有带环保袋？哎，不买了，掉头嘞！真的哎，哎，好环保哦！哎，不然这样啦，我有环保袋，借他。啊？小姐。小姐。你是不是忘了带环保袋？我有哎，可以先借你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回家拿，再过来买就可以了。有借有还，太麻烦了。没有回家拿，那人就是他喽。真的很棒，很环保哦。哎，不然这样啦，这个送你，不用还我了。没关系，你的袋子跟我的衣服不配。不配？你知道环保袋这种东西还是要搭配当天的衣服啊。你的袋子跟我。而且我们家将近有50个不同款式和颜色的名牌限量环保袋哦。太瞎了！你要乖乖的，你要听话，
可能要记住哦，我真的真的爱你，老郑说一次，我真的真的真的爱你，亲一个，嗯，哇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妮娜，接下来这个我对他有信心。你哪一个没信心啊？拜托，结果嘞？我看啊，你是对自己最有信心吧？废话嘛，要么就对自己有信心，要么就无奈放逐到底。你有没有听过135给自己信心，246放逐到底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你这样讲还蛮有道理，这个黑白理论我可以接受。嗯。哎，你看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盒子是钻石切割的耶，好漂亮哦。有一种很浪漫的感觉。你干嘛这样看我啊？觉得我很幼稚吗？没有，相反的，我觉得你很成熟。哇，嘴巴这么甜。我还以为你只会对他甜。啊，那我跟你讲，接下来哦，这一对候选人呢，她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双胞胎姐妹花，唱片公司力捧的新人，从新加坡来的。重点是她住在这个饭店。啊，他们忙他的，我也要来忙我的啦。耶，我要来拍卖我的环保小物。哦，这个卖家人真好，买好多哦。可是他昵称好奇怪，好像是日本人呢。哦，来喽。你好。不好意思。不会，我们要放在哪里？放我这边就可以了。小姐，我请问你哦。你为什么都点台湾本地的特产，还有当地的水果呢？节省运输成本啊！你没有听过，这也是环保减碳的一种方式吗？那你有没有垃圾需要我帮你清理的？哦，不用了啦。其实垃圾梯多一点在一起倒，比较省垃圾袋啊。那床单、毛巾要不要换洗呢？不用了啦。其实啊，清洁剂用太多，对人啊，或是对地球都不是很好哎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嗯。哎，什么？你们？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你们？对啊。弟弟还要看到我们房间还有谁吗？不是你们的，不是周围的人吗？没有啊，没有没有。不要紧张嘛，我是听到浴室里面有人在洗澡的声音啊，我想应该是你双胞胎妹妹在洗澡。哦，不是啦，我妹她住在隔壁啊。是我在洗澡。那你为什么不关水？关水？开什么玩笑啊！干嘛要关水呀？哎，你不觉得这样子一直听着流水的声音，会觉得很有安全感吗？哎，而且一个人住饭店好可怕哦，尤其我是一个弱女子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拜拜。